师傅，师傅，只要我到达那个树顶，你就教我下一步。我是朱颜，我是朱颜。快跑！从来没有杂音，穿越过我的精神结界。上帝我发过师傅，我太想你了，我真的太想你了，师傅。这是玉骨，此生我也不会再将此物交付给其他女子。你果然和我师父很像，我师父认真想问题的时候也是蹙着眉头的。